把我的包给我，叔叔，我手机是不是落您屋里了？要不您再检查一下。 喂，凡凡，到了，你呢？金水路十三号，九九。谁啊？喂，喂，你先把我手机给我，你先把包给我。 你谁呀？我已经报警，警察马上就到。你吓唬谁呢？你给我等着，给我等着！快拦住他，不能让他跑了！没事吧？啊！快拦住！我们要报警，这是我手机录的音。你没事吧？啊！没事。哎呀，哎呀！